哎，站在对方下。很沉，你一定要按着让它一个反作用力起来。你要直接提一提，它提不起来。我觉得它都这样子了，按了一半天，我这样提一下，它都肯定会往前走。它的屁股下面重，提它我们都起来了，它没起来。对，它是松沉的，松的。所以你要拿，你会拿到它的劲才可以。它都这样了，你看一般人我们这样摸一下，它肯定会过来了。啊，它都举过来。这样的你要打一下再。完了，我发现那电视里面看两个人，就是抱半天，就后来两个人都分开了，说不弄，动不了啊，动不了。这个互相都用松弛劲卡在那边，你没有化劲就不可以了。